样讲，为什么那一天哈，我会哭，大哭？其实我是要的是你去彩蝶冰冻馆见湖南海，我为的是要新闻性强，因为我平常啊，我那时候看你是为了新闻性强才爆哭哦。对，也有对，也有这个目的比较强。因为哈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我拢去抗议、抗议、抗议哦，啊不记下来，等我拢我家己揢一个迄个自拍器，啊我就伫遐抗议、抗议、抗议，啊自己开直播。那么爆哭应该就会有新闻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变网红的吗？你知道原因的吗？因为哈，我自己哈在学校啊，我19岁的时候我就在学校。那时候没有人会写新闻稿，是因为我去做常常朋友，我得了金艺奖之后，我接触到记者，我才从他们那边学到《中国时报》是什么，要讲什么菜味的啦，《联合报》还是《自由时报》还是《苹果日报》是要讲那个辣的程度啦。敬请锁定《新台湾加油》。